过年除夕中午去买披萨，等待取餐的时候发现一位年轻人取餐以后迟迟没有离开。经过观察发现这件好玩的事情与你们分享。有位大妈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还掏出自己的环保袋教他绑在前面，结果年轻人还是不满意，重绑。你猜他会绑哪呢？时间过去了5分钟，年轻人还是搞不定如何载披萨呢。他还是觉得不行，所以我觉得他最后一定是放弃，还是拿去后面。重绑也不会绑，时间又过了5分钟，他仍然在犹豫要绑前面还是后面。另一位大妈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，终于在我的协助之下，不会掉了啦。他决定绑在后面了。这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好看，欢迎订阅和分享影片哦。今天的影片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